哒啦啦哒啦啦啦哒，哦，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，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，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。还有15分钟才午休，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。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，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。他今年农历3月6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。哦耶耶耶耶耶，他从未向往能回到那年他12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，单纯没有错。他就像一朵蓓蕾，满怀希望。